导航去浙江温州。你是一个人去吗？十一个人。十一个人坐不下。不是十一个人，二十一个人。二十一个人更加坐不下。不是二十一个人，七十一个人。怎么又七十一个人了？七十一个人，九十一个人。怎么又九十一个人了？不是九十一个人。二百五十一个人，怎么又二百五十一个人啦？我乱搞了，又不会呢。导航去广西，请不要讲方言，请讲普通话。去广西，我没听懂，请重新再讲一遍。去广西，讲普通话，不要乱叫。我说的是普通话，请不要乱叫，认真的讲一遍。去广西，抱歉，我还是听不懂。去广西，我还是没能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别笑。去广西啊，请不要乱叫。又的，去广西，请讲标准普通话。打开安全气囊。哎呦你妈！我叫你打开安全气囊，你就听得到。叫你导航去广西。你就听不懂是吗？请不要讲鸟语。有人你还敢说我说鸟语？就喇叭的叫，叫！你是屌毛，跟我作对是不是？整死你个王八蛋！你等着。